Hello，欢迎大家的观看啊，我是 Conny。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关于防弹少年团的一个舞台啊，这个是一个观众朋友的一个推荐啊。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舞台我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是防弹少年团呢，之前在应该是2021年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啊特别舞台，标题叫 Permission to Dance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舞台，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在这个联合国里面能够唱歌啊，包括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前评。然后呢，我今天呢也是戴了一个耳机，为什么呢？因为我拍摄的这个时间啊有点晚，我怕吵到我的邻居，所以我就戴了一个耳机啊。那么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一个视频。这个一看就是那个新闻中。偶像他真的是能够带动起这种气氛的，哇，这个场景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棒啊，非常非常的棒。哇，太棒了，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啊。
那么当然这个防弹少年团的这个舞台呢，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发表您对于防弹少年团在联合国这个表演的舞台呢的一个看法或者是建议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我是 Conny，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收藏、投币、转发，一键三连，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拜拜，拜拜。